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04面，304面。从经文看起，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这是第46，或陀罗尼愿，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1、2、3人。这一小节是第47愿，文明的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幕后这一句是现证不退，我们看华严老的注解，这是最后一章，第24章，六章聚三愿，这章里的三愿，或陀罗尼以上，为第46或陀罗尼愿；1、2、3人以上的，为第47文明的人愿；此下为48现真不退愿。第46愿，立身者，立生死也。三乘行人，若于见道，因见地理，断见思惑，永离三界之身，是愿正立身心。这个立身呢，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立生死也。这个生死是六道轮回，三乘行人，小乘时阿罗汉，声闻，中乘是辟支佛，大乘是全教菩萨，他们若于见道，道就是事实真相，不是完全见到了，也就是初步的了解了。为什么呢？他能把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三界88品见惑。见是见解，或是迷惑，因为你见解有迷惑，所以你对于所见到的完全是误会，没有见到事实真相，
这是烦恼里头最严重的。学佛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断起，就断烦恼，从这儿断起。啊，除了见惑之外，还有思惑。思是你想错了，六道众生呐、啊，通病呐、啊。啊，你想错了，你看错了。四惑有八十一品，啊，三界八十一品。见惑虽然猛烈，但是还好断；思惑不好断。古人有个比喻：断思惑又如藕断丝连，藕切断了，丝还连上的。啊，所以思惑比见惑难断。佛为了便利教学起见，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见惑五类，思惑也有五类。啊，见惑呢，我们常常提到的，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五大类。思惑呢，是贪嗔痴慢疑，这个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啊，对圣人怀疑，对圣人的教诲怀疑。啊，这一怀疑，你就学不到了。啊，圣贤的教诲要用什么样的心态你才能学到？啊，一定要恭敬心。啊，没有恭敬心是学不到的。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啊，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所谓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真不容易啊！啊，为什么佛会这样说法？因为六道轮回啊，是见思烦恼造成的。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有因就有苦。如果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六道轮回确确实实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在梦中有这个境界，醒了了，醒了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如果见思烦恼断了，你就醒过来了。啊，你才知道六道根本不存在啊，完全是假的。醒过来之后的境界就是四圣法界。啊，我们用极乐世界的话来说，六道轮回是凡圣同居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这大家就很好懂了。啊，所以凡圣同居土不见了，醒过来了，哎，方便有余土出现了，啊，你完全进入了不同的空间位置，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啊，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佛告诉我们，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造成的。啊，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烦恼太多太多了。啊，怎么来的呢？从分别来的。
啊，你说我们的分别心，用这种心，对这个宇宙万物，啊，起作用的时候就分别了，分别无量不变的，把它比喻作尘沙。这个烦恼虽然比见思烦恼轻，还是障道，障碍你明心见性，所以要断。断了之后，在四圣法界里面，你就真的菩萨了。啊，菩萨虽然尘沙烦恼断了，他还有无明烦恼。无实无明，无实无明要是断掉了，四圣法界不见了，所以是假的，不是真的。四圣法界不见了，出现是什么境界呢？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我们说诸佛如来，要是说是我们自己的十报庄严土，一样讲得通，确实是如此。啊，所以佛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啊，十报土我们现在也清楚也明白了。四十一位法师，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居住的地方啊，这四十一个阶级，天台大士都称作佛，他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也就是说，这四十一个阶级的人，他们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设法界以下的全是用你妄心，他不是用真心，就用阿赖耶。啊，四圣法界不用阿赖耶了。那么四圣法界是真的吗？跟下面六道跟四圣法界来说呢，它是真的。啊，六道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如果要跟常寂光来相比呢，那它还是假的。华严经，这是原教，从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是地，这是四十个，上面一个等觉啊，他们住报土，再向上提升一级妙觉位，那这个十报土也不见了，可见的佛说的这一句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报土也不例外，他们又说十报土除外，啊，十报土也不例外。往上去常寂光，常寂光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连十报土也是常寂光现。啊，那是完全回归自信了。
啊，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华严称为妙觉佛果啊，无上正等真觉。啊，用这些名词来称赞他。那我们今天真正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我们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啊，我们学佛可以说是在佛教的幼儿园念书啊，没有上一年级 啊，一年级这个见惑要断掉，这是一年级啊。二年级以上啊，就断思惑了，思惑难断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这五个级别才把思惑断掉啊！如果我们用小乘这个说法的时候，就很清楚啊。你看我们今天的位置是用小乘的时候呢，我们是初果相，没有证得初果，是向着初果。是这个方向，是这个目标没达到啊！如果要是达到的话呢，那你就叫证得初果了，就小乘初果了。证得初果之后，再向上提升，叫二果相啊。这第三个。三性位的菩萨，四性位的菩萨呢，就证二果了。啊，五性位的菩萨呢，是二果相了。六性位的菩萨呢，是三果，证三果了。啊，七性位才是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啊，所以小乘阿罗汉等于华严经上讲的摄性菩萨的七性菩萨啊，第七个果位啊。那么到第八以上啊，八性位十辟支佛，九性位是菩萨，十性位是佛啊。这三个阶级是断思惑，这个不是思惑，是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断了，这是入十宝图了，但是习气没断啊，所以这让我们能够理解啊，十宝图里面的菩萨真的他是真平等法门，平等。为什么佛还说有四十一个阶级啊，这四十一个阶级我们今天理解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要说它没有吧，这里面这些菩萨无始无明习气后薄不相同。你要说它有呢，他已经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他有什么？
啊，有习气，不是真的有烦恼，只习气而已。啊，所以十报图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它只有心现，没有识别，所以那个世界是永恒的，啊，没有变化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啊，我们居住是世界没有春夏秋冬，啊，春生夏长，这个在那个世界完全见不到，啊，那个世界里面你所看到都是永恒的，啊，所以叫一真法界。啊，这些东西我们粗略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要紧的就是这里一个字：离。我们怎么样离开？要离开六道轮回，要离开十法界，要离开十报庄严土，才能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是永恒不变啊！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那是讲的常寂光净土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十报图里头清净，但是有生灭。啊，本自具足，常寂光本自具足，十报图不是本自具足啊！啊，他那个具足是心现的，他是所现，十报图是所现的，常寂光是能现的。不一样啊，啊，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全是讲的自信啊，常寂光。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的时候，把他所见到的一些境界说出来了。讲了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那是什么？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性相理事因果啊，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啊，他讲的详细。啊，能大师给我们讲的简单。啊，能大师的五句就是《华严经》的浓缩。能大师五句的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我们今天整个怎么个立法，这里教给我们理啊，理就是放下啊，生，这个生是六道里面的生死轮回，大乘教里面一般讲的就是断见思惑，永离三界之身呐、啊，啊，使人正心离身。啊，自性里头没有六道轮回，
自性里头没有的统统要离，自性里面没有我啊，我没有身啊，不能说没有我，自性里头有常乐我净啊，那是永恒不灭的，这是心得啊。我是什么意思呢？主宰的意思。第二是自在的意思。啊，那我们这个身里头没有我啊，身我做不了主啊。我要做到主的话，我的身相貌相好，我们人人都想啊，身体健康，永远不生病，那做不到啊，你做不了主啊。啊，人人都想长生不老啊，还是年年老化了，这就你做不了主啊，你不自在啊，你有八苦啊，有生老病死苦啊，有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你怎么会自在呢？啊，这是佛告诉我们，点醒我们，你要觉悟身不是我。啊，那什么是我呢？我并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就像楞严会上，波斯匿王，啊，担心自己老了要死啊，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不死呢？啊，佛告诉他，啊，你这个身体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生死，可是我们身体里同时存在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没有生命了，它就没有生死啊。这身体里有两样东西啊，啊，用现在的话讲，一个是精神呢，一个是物质，物质有生死，精神没有生死。那精神在哪里呢？他就问他，举一个例子，眼，你眼睛会见，这个见性呢，没有生死啊，啊，他没老啊，啊，释迦牟尼佛举个例子，问他，你什么时候看见恒河水？最初第一次看见。三岁，母亲带着他经过恒河，看到恒河的水啊，见到恒河水。我现在只讲见，不讲别的。你十年之后啊，见恒河那个见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外面恒河有变化，外面境界有，我这见没变化。那三十岁的时候再过十年，三十岁你的见性跟二十岁有没有变化？这没有变化。啊，佛问他，你今年多大年岁了？62岁。62岁的见跟你3岁的这个见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那没关系，他们不会生灭。我们今天讲老了，哎呀，我的眼花了，那是你的物质，你的眼有了问题，不是见有问题。为什么呢？你戴个眼镜不就又恢复啊年轻一样的这个视力吗？啊，是我们生理上的问题，不是见性问题，见性没问题。如果见性要老化了，戴眼镜也不行啊。
啊，所以说是你的见性、你的闻性、你见闻觉知啊，六根根性呢、没变化了，没有变化的佛就说了，那个不生不灭啊，有变化的是你的身体、你的肉体，你肉体有变化，肉体有生命啊，你的灵性不生不灭啊。波斯尼王听懂了，非常开心，感谢佛，知道自己什么，自己不死，没有生死啊。啊，原来生死是身体啊，不是我啊，身体不是我啊，我是灵性啊。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灵魂，灵魂跟灵性是一不是二，但是有差别。差别在哪呢？灵魂迷惑，就是没有智慧，他愚痴啊。灵性呢有智慧，灵性不迷啊。那我们修行，身体是其次，灵性最重要。如何把这个迷惑颠倒的灵魂把它修成灵性啊，让它放下愚痴啊，放下贪嗔痴慢疑啊，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啊，灵性是清净平等觉啊，灵魂是贪嗔痴慢疑，功夫要在这个地方下了啊，这叫做真功夫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就是佛慈悲啊，慈悲到极处啊，他都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这个身体在世间需要的是什么呢？饮食衣服啊，遮蔽风雨的地方就可以了，就够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这个实现告诉我们什么呢？身体在这个世界它所需要的很有限，你只能保持它最低的这个极限，这身体就不会坏。啊，这个叫做什么呢？中国古人叫知足常乐啊。啊，真正做到了啊，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世间人争来争去的什么？还不就是这些自身之惧嘛！啊，他要贪图享受，那不就是这些？啊，像释迦牟尼佛那种生活，谁要啊？谁都不愿意过那个生活。啊，绝对不会有人跟释迦牟尼佛争这个生活的资源，不可能。他表演这个东西给我们看呢。啊，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功夫，那叫真功夫啊，他心里真的是清净啊。我们从他的这一生行仪当中看，他的身体确实是金刚不坏身啊，每一天露宿在外面啊，他养成习惯了啊，这是学习古印度啊宗教跟哲学里面的那些大德的苦行啊，把物质生活降低到最贫的这个最低的水平啊，他的自在，他心永远是定的，他不贪不嗔不痴。
啊，没有傲慢啊，不怀疑，他都没有了。啊，这个叫得大自在啊！啊，这是大自在的生活。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饮食、衣着、居住环境，适可而止。啊，不需要讲求啊华丽、奢侈，那是错误的，那就是罪过。我们的心才能回归到清净。游离三界。啊，贪嗔痴慢疑，你就能超越了吗？你对这个世界有留念，你就离不开它。啊，这一点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什么都不可以留恋。只要有丝毫留恋，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学佛了，对世间呢，你能够放下了，和佛法放不下。我在美国见到一位法师，啊，他爱好收藏古董，啊，他收藏的什么？佛像，啊，古代的古物，啊，这香炉、法器，啊，他喜欢收这个东西。非常名贵呀！啊，他有个房子，那房子都是宝啊，藏宝的。每一样东西，那价值都非常高啊。我在旧金山讲经，他邀请我啊，到他精舍里面供斋。啊，请我吃饭，打开他的宝藏，让我去参观。啊，真的是宝，那个门是很不容易开的，啊，不是他很尊重的人，啊，他不会让他看的。啊，还算不错，让我去看了一下。麻烦在哪里呢？这个东西他念念不忘啊，心里头真有啊，啊，那如果死了之后他到哪里去，我们就晓得死了之后一定不离开他那个藏宝的房间。那个房间有什么？房间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他就投胎那里去了，永远守住他这东西。你这麻不麻烦？他要不肯放下，他就没办法离开。啊，那还有一种爱好，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喜欢经书啊。现在我放下了。啊，我喜欢收藏经书啊，喜欢收藏经书，念念不忘这些东西，将来死了以后。那书里头有蛀虫啊，那蛀虫就是喜欢经书的
这多可怕！啊，想到这个地方呢，那不放下不行啊！啊，所以这些书的时候，我就送给图书馆，送给寺院庵堂，让藏经楼他们去藏，我不要了。啊，我们这一生要永离三界之身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只要一部《无量寿经》就行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不要了，什么都放下了。啊，学莲池大师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门呢，饶于他人行。啊，我只一部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莲池大师。这叫做立身法了。啊，我们要晓得。啊，先前所拥有的啊，财富啊，是这个在家同学有产业，无论多少，你自己也晓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拥有是因为你有福报，福报你要想这个福报越积累越大。那这个佛宝说送给没有佛宝的人去想照顾别人啊。佛宝大家想啊，不要独想啊。啊，大家想你的这个佛宝就不得了啊。啊，一世比一世大。大到这个世间不能容了，就把你挤到天上去了。享天福了啊，大梵天王，如果比大梵天王福报更大，又把你挤上去了，挤到摩西首罗天王啊，你步步高升了啊。摩西首罗天王要把他的福报统统写掉了，他就成佛了。这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人他想不到，没有智慧的人他也做不到啊！真的明了之后一定要是佛。经上常称二足尊，足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什么呢？福报圆满了。第二个，智慧也圆满了。啊，我们皈依佛二足尊呐，在拥有福报智慧里面，佛是排名第一了，没有能跟佛相比呀。啊，佛的福报完全是给大家想，他自己不想啊，所以他的福报就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佛的智慧圆满，为什么呢？完全是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佛的福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你看看，这还得了吗？啊，智慧帮助人破迷开悟，啊，福报帮助人离苦得乐，他的福报是圆满的，
啊，那我们有福报是自利，有智慧也是自利。啊，不肯利他，这不行啊！啊，这个是与自信相违背。你要问为什么要一定要利他？因为自他是一，不是二。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那我们这一个人呢？一个人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啊，我们身体里一个细胞跟整个身体无数的细胞是一还是二呢？这个细胞是我独自立，我不抗不帮助别人。啊，你这个身体，这个细胞不错，很好，其他都败坏了，你能活得了吗？啊，只有佛与法身菩萨才真正肯定，就是他们证的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所以利他是真正的自利啊，自利是真正的自害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只有佛大乘经里面讲的透彻。啊，我们学习过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啊，《还原观》上讲的多清楚啊，跟现在的最先进的物理学家所发现的越来越接近。啊，科学家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都证明了，可见的佛讲的不是假的。啊，如果我们也能够肯定，也能够体悟、体会、感悟，我们一定是自动自发，舍己为人。今天这个世界灾难很多啊，哪个地方灾难最重，我们到哪里去？啊，为什么？如果你是一心为众生，你的心态好啊，你的磁场好啊，你到那个地方去，会把那个地方不善的一些磁场、恶劣的磁场啊，把它减轻一部分，啊，好比那个地方是大浪，波涛大浪，你这个地方是平静的水，啊，你这个水啊冲进大浪的时候，那浪降低了，啊，你虽然也随波逐流跟它，但是你把量这个大浪降低了，这就说明真正修行人到造作最恶里面的地方，会把他的那个恶报减轻啊，要有决心啊！纵然在灾难当中死去了，也在所不惜。为什么死去晓得身体在这个灾难当中死去了，灵性呢更提升了，更高了。啊，所以经教里都说菩萨了，舍身为虎啊，看到老虎找不到东西吃，很可怜啊，饥饿
啊，菩萨见到了，愿意把身体喂老虎。他舍身喂虎，他得的是什么？他提升了，菩萨的等级提升了，初住菩萨了，一下就提升到二住、三住、四住，以上提升了，不吃亏呀。啊，我们凡夫看到的啊，这个菩萨愚痴，你看自己生命舍掉了，喂只老虎啊，那割肉喂鹰呢，那就更是小事了。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啊，这个功德大了！啊，他为了教化众生，啊，几十个人接受他的教化，种了善根，将来必定得度。啊，虽然遭遇割离王这种灾难。他大幅度提升了啊，提超前成佛了啊，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未成佛之前菩萨道的故事啊。啊，所以中国古人说一句话名言：“吃亏是福。”你肯不肯吃亏？你肯吃亏，一定有大福报啊！啊，懂得因果的人知道，人能不能占到别人便宜？不可能。人有没有吃亏？没有，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啊，你吃亏，后头大福在等着你，肯定你得到。你占便宜，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还要加利息，啊，还要堕三途受苦报。这都是真的，而且这事情就在眼前。啊，并不是很遥远的，就在眼前了。一口气不来，果报就现前了。啊，所以真正通达明了，何必要干这些傻事呢？啊，人一生在世间，光明磊落。啊，没有一念伤害众生的。有那种念头，你多自在啊！念念呢，是在想着一切众生的真正的福祉啊！真正的福祉是大乘教育。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无论什么身份，不离大乘啊，自己做出大乘的榜样，也认真努力在教导大乘。啊，这是利益当中的真实利益，福祉当中的真实福祉啊。
啊，谁知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知道，所以他们真干。啊，我们要学，就是学放下，学看破。啊，念念不忘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归到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而且一生成就啊。如果不念佛，成就是多生多劫，念佛决定一生成就啊。存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大乘。下面引用者，万善同归期云，其等解脱之门，贤善立身之道。善呀，就是开展啊，展开啊，注意在一个起，一个贤。不是自己一个人，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啊，登解脱之门啊，我们讲入解脱之门啊，我想入，一切众生呢都要入啊，解是什么？解除烦恼。脱是什么？脱离生死。啊，脱离苦报啊。啊，贤也是的。啊，佛在做。啊，善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弘法了。弘扬啊，善是弘扬的意思啊，啊，脱离轮回，脱离苦难，这一条道路啊，这一种方法了，这个道就是方法啊，道路啊，离开六道里面是分段生死，十法界里面是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离了，你就真得解脱了。这个解脱就是十宝庄严土。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特殊，这是我们决定要去的地方。为什么？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得弥陀48愿的加持。生到那里，你就得到如同十宝图菩萨同等的待遇。哪些同等呢？智慧、道理、神通、
切的一切都跟十宝图菩萨没有两样啊。包括自心化他，无量法门呢，你通通都得到啊！那在其他诸佛刹土里，不是这样情形啊！啊，你在同居土里头，你要脱离六道；在方便土里头，你要脱离十法界。那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十方菩萨以闻名故啊，借证此立身之法。哎，这立身之法是什么？就是这个经上讲的，一向专念求生净土，这就是一生之法。啊，你看底下讲，便得陀罗尼。啊，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永远离六道轮回，也永远离十法界了。啊，这个方法只有净土有啊，除净土法门之外没有啊。啊，宾德陀罗尼，陀罗尼是印度话，啊，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前面有解释，这不再说了。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的，陀罗尼有四种。啊，这前面没说过。第一个是法陀罗尼，与佛之教法了，闻持不忘。这一种陀罗尼呢，当年世尊在世，阿难有这个。啊，阿难尊者的记忆力非常之好，听一遍呢，一生永远不会忘记，不简单呐！我们不行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20多岁跟李老师学经教，我的能力只有7天。啊，我听老师讲经，听一遍，7天之内大概没有问题，让我复讲。我能够完全讲得出来，啊，照他的话，不增不减，啊，也会可能漏掉1-2句，啊，会漏的不会太多，啊，7天，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慢慢都忘掉了。阿难厉害。一遍听了之后，一生都不会忘记，这叫真正的陀罗尼。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记忆力还算不错，
但是那不是陀罗尼啊，如果陀罗尼的话，就是永远不会忘掉。第二呢，是意陀罗尼，与诸法的义理总持不忘。啊，前面是教学啊，啊，这个地方是悟入了，意思完全通达明了了。所以学教、弘教这两桩事情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能像佛菩萨那样教化众生。广学多闻啊，广学多闻不是为自己，这一点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为自己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自己的三昧大开眼界啊，大彻大悟，这为自己 啊为众生，那就要广修多闻。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你不能用一个方法教一切众生啊，他不能接受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说了很多很多法门啊，为众生啊。啊，慢慢的引导众生啊，最后呢，把众生引导到净土来，他就成就了这个方法。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学啊。度化一个众生，不是一生能做得好的，生生世世急不得啊！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就欢喜了啊，才能成就。啊，所以老师非常重视学生结法缘啊，要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啊，你跟他们有缘，他不会接触你；你跟他有缘，他就很欢喜接触你，接触你才能得到法益。他要不接触，他怎么能得到？结缘这个事情重要啊，那么结缘就要懂得布施啊，布施里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要懂得啊，善巧方便、巧妙的去运用啊，三种布施跟众生结缘。引导众生回归大乘啊，最后回归净土这个心大公无私，没有一点私心啊，真正是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
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佛与化身菩萨的事业。干这个事业辛不辛苦呢？不辛苦。为什么不辛苦？它无我，三轮体空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哪来的苦？着相就苦了，不着相就乐了。不但不着相啊，你念头都没生呢。啊，你看《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是念头，念头都没有，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法喜充满了。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就是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总是第三个意思就是咒脱了你。又咒陀罗尼有五名，据弥藏记义啊，弥藏记里面的意思，五名者，第一个叫陀罗尼，第二个叫名，第三个叫咒，第四个叫密语，第五个叫真言，都是一桩事情。啊，也就是说，陀罗尼有五种名称。啊，这在密宗里面统统都讲到。那么下面说，陀罗尼者，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是故，陀罗尼与明其意不一。明是光，光中所说，有没有这个情形？有。啊，我还见到我见过有两三个人，他能听到音声啊，是外面来的传语传话啊，所传的呢是经是咒，他能听得到啊，有很多寄送啊，也有很多信息啊，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在佛法里面，也许就是讲的天耳通用现在的话说，他有能力听到不同空间维持的音声，与佛有缘，能听到佛菩萨传法的音声。
啊，那么这个事情，我遇到两个人，他们都来问我，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可不可靠？啊，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听到这个传音，与经教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不相违背，那是真的，应当依教奉行。如果说是跟经典里面所说的是相违背的，我们还是相信经，我们不相信，不要听他的，要把握这个原则。啊，经典是我们真正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啊，中国人所翻译的这个佛经，我们对它要有信心，决定不能怀疑。啊，佛讲的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个疑应该就是指这桩事情。如果对翻译产生怀疑，我们就一无所获，损失太大了。啊，因为我最初学佛，我怀疑。啊，我向三位老师都请教过。啊，我请教方老师，我说佛经这么好。梵文从汉朝东汉到隋唐啊，传到中国来的分量非常之大由中国的这出家人到印度去取经带回来的也有印度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传教他们带过来的还有少量是商人他们经商的时候也把这些经书传到中国分量很多啊那么翻译并不是完全翻译过来的啊，到中国来之后经过筛选啊，换一句话说适合于中国国情适合于我们这个本土文化需要的，我们首先翻它。啊，翻译工程很大，啊，是经过筛选的。这么多的好东西，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全部都失传了，没有了。这什么道理？啊，我们现在人懂得好东西保存呢，古人也懂得，一代一代传下去，为什么会是传呢？方老师告诉我，他说你不知道啊，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我说怎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呐，那什么都是外国好啊。中国古人这个信心，对于自己传统的信心呢，那是无与伦比的，这自信心。啊，所以佛经翻译出中文之后，啊，这个翻译的人肯定，大家也肯定。确定是原味翻得这么好啊，没有变质啊，而且文字中文文字比梵文更为华美。换一句话说，翻成中文之后，中文经典可以取代梵文原文经典，不需要再去看梵文了。你说这种豪气？这种气魄哪像现在中国人呢？
啊，这是我们值得参考的。啊，我相信老师不骗我。啊，我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告诉我，中国是得天独厚啊。从事翻经的这些法师，里面很多是佛菩萨再来的。啊，方老师是个哲学家，没有讲到佛菩萨再来。啊，李老师告诉我，最低程度是三国以上，啊，阿那含以上啊，这样的境界，他们来从事于翻译工作。换一句话说，这些人有修有证的，啊，现在到哪里去找正果的人？啊，只有真正证如佛菩萨境界的，他犯的才不会错误。啊，张家大师更是求一陀罗尼上，让我们认识大乘。认识佛法，经教的义理从自信当中流露的，所以它不是人间的文字，不是人间的语言，它是从自信流露。所以经文文字不深，字字句句意味无穷啊，这义理啊，法味无穷啊。随着你自己修学的功夫层次，啊，一部经。初学的时候读这个经，看出意思不多，很欢喜。啊，十年之后从头再看，意思不一样，提升了。啊，你再十年后呢，又提升了。所以这个经书啊，你读一辈子都不厌。为什么呢？遍遍有新意思出来，你的心越清净，你发现就越多。如果心浮气躁，你是一无所得啊。所以学习的心态决定你的成就，那就是印光法师的所讲的，一分沉浸，你一分，你看到一分意思；二分沉浸，你看到两分意思；十分沉浸，你就看到十分意思。啊，经典文字一个字没改动，你看出它意思浅深广狭，决定不一样。啊，义理浅深广狭有没有范围？没有，没有边际。啊，所以真的见性的大开圆解了，一部经里头见无量义。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的意思，你能够在一句一字里头看出来。所以佛在经上才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华严经上的话啊，佛法一定要有人讲。什么人讲呢？真正有真修
有真正的人讲。啊，找不到正果的人，我们也得找个真正修行人。啊，他有他修行的那个心得体会，我们会得利益。如果他能读，读得很多，他能讲，讲得很多，他都没有做到，那就不必找他了。我们找自己就行了，何必找他呢？那这用现代化来说，他是把佛教的经典当作一种学术去研究，啊，叫佛学。诸位一定要记住，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情。学佛才能解佛的真实意，啊，不学佛，研究佛经不学佛，那他所得到的是佛学常识。这里面的义理他没有办法理解。啊，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也。如来真实义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平等觉里头流出来的。啊，他的心不清净，不平等，迷而不觉，他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啊，那么你要想解如来真实义，你一定修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烦恼了，啊，他生智慧，啊，智慧能解如来真实义。知识不行，啊，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不但佛法要用沉浸，啊，世间圣贤所传的，啊，你像中国传统文化，啊，四库全书，同样一个道理，一分沉浸。你得一分的启入，我叫真实义吗？你才懂得了作者的真实义。两分沉浸，你得两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所以，事出世间法，要从恭敬当中求啊！没有恭敬心，求不到啊！啊，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是因为学生没有恭敬心呐。啊，学生真有那么一点点恭敬心，老师不会把你舍弃啊。为什么？他想道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啊。他想找传法的人呐。啊，什么是传法人？具足恭敬心的人。这个人有条件传法，啊，没有沉浸呢，他就没有资格传法，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勉强的，勉强不得。啊，我这一生生于忧患呢，年轻的时候苦不堪言呢。啊，经历中日八年战争，啊，八年流亡生活，住的短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住的长一点的大概三个月，就是走路啊，啊，八年在中国走了十个省。没有交通工具，
完全靠两条腿走路。啊，算起来至少要走两三万里路啊。啊，过的是这种生活。无家可归呀。啊，同学们结伴。啊，到抗战末期的时候，国家收容这些流亡学生，啊，建立固立中学，啊，生活才比较安定，啊，衣食住行，国家给予。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但是从小父母教的尊师重道，啊，对学习有这么一点恭敬心，啊，这一点恭敬心呢，在台湾就起了作用，啊！我亲近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承蒙他们认真的教诲啊，凭什么呢？就是那一点恭敬心啊，除这一点诚意之外，我是一无所有啊，物质上我没有一分钱对老师供养过啊，二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啊，要用一般的讲法呢，那我的长处没别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么简单的条件，在今天就不容易找到。啊，找到这样条件的人，这种人就能传法。啊，所以这是，我们讲说这个，这也算是一种特异功能。啊，眼能看到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这是特异功能，天眼；而听我们一般人听不到的音声，他能听到。啊，这也是术语。特异功能啊，一切就是异常的现象都要用佛经做标准来衡量啊，可不可以采取啊，可不可以学习啊，一定要根据经教，这就不会错了啊。所以陀罗尼与明啊，明是佛放光，光中所属啊，你看到了，你听到了啊，这跟明的意思相同。持陀罗尼人能发神通，除灾患，与此方咒进法相似，故曰咒。啊，这讲咒语。咒语在密宗里头非常之多，大乘里头有。啊，你像
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他疏钞最后把往生咒附进去。啊，大师告诉我，经是如来显书，咒是如来秘书。张家大师告诉我，咒语里面有许多不是人间的言语，是六道的言语。啊，鬼神有神通，他能听得懂人间言语，他自己也有言语，我们听不懂，佛听得懂，佛知道。啊，所以经讲完之后，佛说的那个咒语啊，就是给这些鬼神用他们的言语把经里头重要的意思提出来说给他听。啊，所以我们不懂。啊，那么了解这个意思，咒是贤之秘书。啊，那么贤呢，是咒之贤书，贤秘不二。啊，那么这是佛的慈悲，啊，佛讲经，我们人间讲经也不例外。有没有鬼神来听？肯定有啊。怎么知道呢？有一些这个感应很敏锐的人，他们能觉察到。啊，有人能看到，有人能感觉到。啊，我们从理上来讲，那是讲得通的。啊，虽然这个宇宙之间有许多不同维间空次，啊，在这个空间维次，啊，维次是有，维次也通，不是不通。啊，全都是贯通的。要是有缘的人，他就能突破。这个有缘就是具足条件的人，不具足条件，他就受他的障碍。具足条件，障碍就没有了。这个条件里最重要的是清净心，是真诚心。清净心能够突破空间维次，至诚心也能突破。啊，一个念佛的人，一心念佛，念上几年，心清净了，妄念没有了。所谓的是烦恼轻，智慧长了，哎，他这个能力就现前了。他也能见到，也能听到，也能够接触到。啊，这样的人我们见过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往往他们也传一些信息给我看。所以念咒的人啊，修这个法门的能发神通啊，比显教里面容易发神通。为什么？你咒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他容易摄心。我们念经会想经里头的意思，打妄想，所以心不能专注。密是容易专注，
它有这个好处啊，能够摄心啊，定跟智慧能除灾患呐、啊，啊，我们讲消灾免难呐、啊，啊，在中国民间，道教很兴盛，啊，道教里都有符咒、画符、念咒，啊，有很多小的病痛啊，那符咒能治啊，很灵啊。那那个灵的秘诀，《了凡四训》里头有说，啊，怎样才灵呢？画这一道符，这个必须下去，到一道符画完成，没有一个妄念，这个符就灵。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念这个咒也是的啊，这个咒念完之后啊，里面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一个妄想，这咒就灵啊。所以咒越长力量就越大，为什么？你那个定功越长，时间越长，它效果就大啊。最短的咒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咒语啊，没翻译啊。啊，那么阿弥陀佛说，如果是一生的力量小，十生的力量大了，一百生的念量就力量就更大了。啊，用生念法，管用啊。里面杂着妄想就不管用了，你就把它破坏了。就是原理是一个啊，真正懂得原理，那念经管不管用？当然管用。念经里面也是没有一个妄念，这个经能除灾患，这就是世尊所说的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我们用经、用咒、用符这些做工具，目的呢？目的是至心一处啊，真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密咒啊，与此方、与中国啊，你要道教的这些画符念咒的方法相似啊，这成语咒，凡夫。二乘不能知，所以叫密语啊，咒凡夫不知道啊，声闻缘觉他也不知道啊，谁知道呢？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啊，全教菩萨也未必真知道啊，化身菩萨知道啊，所以称为密语啊，真言者如来之言，真实无虚，故曰真言啊。佛经里面这些咒语是佛传的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实不虚啊，所以称真言啊。密宗在日本称为真言宗啊，中国称密宗，日本称真言宗啊，就是密宗。这是陀罗尼第三个意思啊，咒的意思。第四个意思，忍陀罗尼，于法之实相安住，
谓之忍，持忍名忍陀罗尼。忍这个字里面的含义有承认的意思，有认可的意思，有同意的意思。啊，佛在大乘教里所说的一切法的真相，我们听了之后不怀疑，能承认啊，能肯定，这就叫做人。啊，能吃人，吃是保持，这就叫忍陀罗尼。这一种意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点还是智慧。没有智慧你不相信啊。啊，你比如这个咒很难叫人相信。啊，咒语的作用很广啊。能帮助人得定，能帮助人持戒，能帮助人开智慧。而且能帮助人治病。你看大藏经上许许多多治病的咒语，可是现在呢，现在不灵了。佛实实在在了不起啊，他对于一个人生理上的结构他太清楚了。真的明了啊。啊，他的眼睛比透视镜还厉害啊。你身体里有了疾病，出了问题了，他都看到。用什么方法把你问题解决呢？啊，用咒语。咒语是音声啊，换一句话说，用音声来把你有问题那个部位啊，把它整动，把它整开啊，好像经脉一样啊，它把你输成正，恢复到正常，你病不就好了吗？啊，我们中国方法用针灸，用推拿，用按摩，同样一个道理，他用音声，这最高明的方法啊，他教你念咒，你就跟他那个方法去念啊。所以这些咒语记下，现在呢没人会念啊，音要正确啊，音不正确的话就错了啊。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够念，一定要口传，文字没办法啊，尤其文字，古时候的文字跟现在不一样了。啊，它里头还有拼音的，叫二或两个字拼读成一个音，三个字拼成一个音。啊，你看咒语里常常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一定要口传。啊，世尊当年在世遇到有病的人，就叫他念什么，他念就好了。啊，病就好了。这很符合科学道理，它不是迷信啊，是真有道理在啊，没有神秘啊，完全是用音声
震动，条件里面有问题的地方啊，推拿还得动手，他不要动手啊，最高明的治疗方法啊，佛经里面很多现在全用不上啊，我们知道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些文字记载着唐朝时候还管用啊，还有很多人用这个佛经里面这些咒语方法治病啊，唐以后啊逐渐就失传了啊，念的音不一样啊，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啊，所以现在这些治病的咒语我们只看到这是个纪念啊，知道世尊当年在世应用这些方法帮助很多啊这些病苦的人，是无微不至啊。陀罗尼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是十方文明大师皆得如上陀罗尼，安住于诸法实相，故云或陀罗尼云啊，这是总结啊，十方世界不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十方世界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今天文明一心求生净土，这是很与距离净土接近了，还没有发现想求生极乐世界的，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他得陀罗尼啊，这个四种陀罗尼任何一种都叫得陀罗尼。啊，得到之后一定要能够安住与诸法实相。啊，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四种陀罗尼都跟诸法实相有关系，如果我们对诸法实相不了解，总持就得不到，你看总一切法了，持一切义也，这就是说把整个佛法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总纲领掌握到了啊，你的心再不动摇了，你肯定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说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第一个总持法门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第一总持陀罗门是什么？就是48愿。48愿总持陀罗门就是一句名号。掌握这一句名号，你就得总持法门，你就获陀罗尼愿。陀罗尼，弥陀发这个愿呢，是希望你把整个佛法的纲领掌握。啊，总结起来就是一心称念呐、啊！啊，用本经的经文就是8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什么心？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啊，我们起心动念不离这十个字，与这十个字通通都相应。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这就是你获得陀罗尼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